2023年5月6号，礼拜六，第16次活动，第16次酋长研究者。早上去呢，纯鸟已经在最左边了，然后下午再去晃一晃。现在假日就是去两趟吧，早上一趟，傍晚一趟。可以，回去了。哎呀，幼鸟还是在最左边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二宝还在，刚叼了一块肉给他吃，但大宝不见了。有啊，在那个最左边啊，早上找不到，都找不到了。对对，早上我来的时候，他昨天还在那个巢穴右下角。对啊，然后今天早上来已经飞到最左边去了，已经找都找不到。然后早上的时候又跳过去，对，都看不到了。你要到最外面那边的话，勉强。公鸟，公鸟带食物给他的时候就会看到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对，好，拜拜。没有看到母鸟在那里，那是母鸟吧？还是没有，大家都怎么凉凉的？母鸟在那里，公鸟没看到，我是去拍雏鸟啊。插嘴，四点吃饱。这边的确只剩大便，然后没有看到幼鸟，好像是躲在这石头后面，现在不知道。哎，出来，你再去下位。没有看到公鸟回来，咦？它怎么会跑出来？不然就是肚子饿了。那是大宝在振翅啊。母鸟看起来没有想要飞，应该算我来它就出来了吧，对不对？这样讲就合理了。哎，我觉得是幼鸟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去年是在那边看的。哦，去年只有一只嘛，对不对？在只有一只。它现在那个大鸟是飞出去，青鸟公的飞出去，然后母的在那里。啊、哦，有看到吗？排斥正斥，再走下去啊，走下去了，一只眼睛都闭上了，休息太久了。我刚来的时候飞了一趟，为了四点，接下来却要等到六点。
大宝是又出来，大宝又出来了。下去，很期待它从最底下那个洞出来，就是这个洞。我看到这边有拍过翅膀。